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，可能最好玩的就是夜市。我们昨天有200泰铢，吃了些啥？如果我拿了200泰铢的话，我会吃的比你们还要更好。知足常乐，因为我去卖萌。让我们一起歌唱，一起喵喵喵喵。像我的话，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享受型的，然后就 SPA 泰式的 SPA， 泰式 SPA， 泰式 SPA。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个泰餐，我是不太喜欢打扰别人，所以我很少去别人家吃别人做的菜，几乎没吃过别人除了我家人做的，所以那是第一次吃的你们四个做的，一种幸福感，一种家庭的满足感、归属感，就觉得可能我们这么长时间就是酸甜苦辣的感觉都有。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。